辽宁队这边换上联名，广厦队这支球队其实整体协同作战能力还是不错，但是他们在一号位这个点上，哎，这下哈德森有犯规，应该还要加罚一次。林志杰这下打得太给力了。刚才我们聊说广厦队一号位这个位置上确实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点，刚才广厦队一直是赵大鹏在控球，